中华县卫生局今仔日早起办理109年卫生保健自由志工个团队，甲社区卫生促进委员会自由委员表扬大会，感谢700多位委员甲1700多位卫生保健志工朋友，长期以来无私个贡献，服务乡亲，协助卫生保健工作个推展，予中华更加美好。这场表扬大会今年选出10位志工单位，表扬134位志工职工，包括14名荣耀奖、27名志工委员奖、88名服务楷模奖、5名紫锥花天使奖。县府逐年举办志工表扬，上主要是感谢大家，并且借由表扬，让较侪人做伙投入这个大家庭，为美丽彰化做伙来努力。今天彰化县政府卫生局在我们园林演艺厅举办我们一年一度的志工表扬。那彰化县总共有卫处会700多名委员，以及1700多名的一个志工朋友，他们呢分散在我们的所有的卫生所以及各个医疗院所，那在做从事志工的工作。那特别是今年疫情非常的严峻，他们呢依旧呢不为他们的这个安全问题来协助我们做防疫，协助我们做公共卫生。那利用这个机会再次的谢谢所有的志工朋友们的一个加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表扬仪式，让更多的人第一个知道，让更多的人也能够投入我们志工这个啊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哈。那今天总共呢表扬了我们15个单位134名的这个志工朋友们，再一次的利用这个机会，谢谢他们平时的一个付出，也期许有更多的朋友一起为我们这块土地一起来努力。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的疫情，志工委员拢做好家己的代志，甲卫生局做伙合作，为了防疫工作尽心尽力，唔但温暖了社会，嘛提升了医疗较好的服务品质，更加为了民众提供一个完整的保健园地。新竹华新闻李炳宏、王林采访报道。